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梅西打入制胜球，帮助球队拿到三分，这也是梅西身披巴萨十号的第600粒进球。比赛第12分钟，特尔施特根冷静扑出对方射门。比赛第21分钟，梅西开出任意球，格列兹曼头球被扑出，朗格莱补射高出横梁。比赛第30分钟，德容半场带球突入对方禁区回敲，梅西跟上推射未能射正。比赛第38分钟，阿尔巴禁区前凌空抽射被对方门将扑出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巴萨0-0莱万特，一边再战。比赛第50分钟，布莱斯维特脚后跟传给阿尔巴，阿尔巴直塞梅西进攻被门将扑出。比赛第70分钟，阿尔巴吊球，梅西前插攻门被对方门将封堵。比赛第75分钟，德容妙传梅西，梅西接球后冷静推射破门，巴萨1-0莱万特。比赛第80分钟，布莱斯维特做球给梅西，梅西的射门再次被对方门将挡出。全场比赛结束，巴萨1-0莱万特拿下三分。门将一减特尔施特根，后卫二减德斯特，四减阿劳霍，15减朗格莱，18减阿尔巴，中场5减布斯克茨，58安39，16减佩德里，14减库蒂尼奥，70安39，17减特林康，21减德容前锋，7减格列兹曼，89安39，23减乌姆蒂蒂，10减梅西，9减布莱斯维特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